树木树人，至真至善，巍巍学府，德沃群芳。昆明，秀丽春城，这片沃土以其灵动秀丽的气韵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栋梁。西南林业大学坐落于此，成文翁之教，聚群贤英才，在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焕发着新生的活力和光芒。西南林业大学起源于1939年的云南大学的森林系，拥有70多年林业高等教育的办学经历和30余年的独立办学历史。从1973年的昆明农林学院到今天的西南林业大学，学校始终坚持立足云南、依托西南、面向全国、辐射东南亚的办学定位，秉承树木树人、至真至善的教学理念，致力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。学校占地79万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2亿元，现有18个教学院部、70个本科专业，具有1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、5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、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1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。学校所有专业面向全国31个省份招生，现有在校本科生16000余人，研究生和留学生1300余人，教职工1100余人，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400余人，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技术带头人、学科带头人、教学名师等40人。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高校前列，获得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。学校标本馆被国家林业局和云南省遴选为科普教育基地，拥有植物、木材、林木病理和森林昆虫等标本40余万份。西南林业大学认真贯彻教学科研并重、科研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思路，不断增强区域特色学科的竞争力，成立了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、西南绿色发展研究院、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等10几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与研究中心。学校现已建成以林学学科为主、生物环境类学科为特色、农、理、工、文、法、管、教等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，设施较为完善，环境十分优美的红土高原上的绿色人才摇篮。学校正努力向建设区域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迈进。树木树人，教会你待人处事；至真至善，教会你求真善良。树木树人，至真至善，这是西林精神，这是每一位西林学子一生的精神食粮，是历史底蕴沉淀与日渐强健的成长发展力量。最美西林似桃源，枝繁叶茂国满枝。一代代西林人在这所巍巍学府中留下了身影，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学子也从这里勇敢地迈向未来。在这里，你的梦想从未如此触手可及。在这里，让我们开始书写你未来光荣与梦想交织的篇章。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，而是从你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累积而成的。
相信报考西林这个决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九月，让我们相约西林。Southwestern Forestry University, welcome to you.